Round three.精彩了，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有投票权的评审在我们倒数过之后做出你们的选择，请注意你们只能进行二选一的选择，不能重复投票。如果你更喜欢 Popping C 的表现的话，请把你们手中的蓝色毛巾，请注意是蓝色毛巾，扔向舞台。如果你更喜欢 Negin 的表现的话，请将你们手中的绿色毛巾，绿色毛巾扔向舞台。同时我们请我们的裁判要一起做出决定。好的，究竟是见证我们的新王诞生，还是再加赛一轮，来看我们的裁判 Judges 3 2 1，让我们恭喜，这就是劲舞六新冠军 Popping C。 恭喜，恭喜由丁程鑫带领的恒星制造战队的 Popping C 成为了88VIP 这就是街舞六王者之战总冠军。感谢全场每一位舞者的高能表现，感谢一卡通享全能特权的88VIP 全能卡为街舞宇宙赋能。各位，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就是丁程鑫队长为我们的 Popping C 来颁发这就是街舞的总冠军毛巾。好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来问一问丁程鑫队长，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作为冠军队的队长，Easy bro Shine like a star。 Yeah, Thank you bro。 辛苦，从十月到现在一路见证了很多，然后也成长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然后很感恩也很幸运拥有了大家，拥有了每一个人，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吧。我从小也看，然后到现在站上了这个舞台，我就觉得哦，成长就是这么妙不可言，就是很幸运，很感恩。对，幸运的背后有很多的努力。此时此刻我们也非常非常想听一下 Popping C 有什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呀。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the supportI just want to share the love for the street dance, guys. Doesn't matter which country, which culture you come from. Represent yourself and keep going. Believe in yourself, bro. Thank you, SDC. They bring all the best dancers around the world to meet on the big stage, and they make the street dance grow up. So, xie for that. Thank you so much. Easy, bro! Go, go, go!感谢大家收看由88VIP 冠名播出的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决赛王者之战，生活购物就用88VIP 全能卡，一卡通享全能特权。同时感谢皇家美素佳儿、瑞幸咖啡、广汽本田 ZRV 制载、 OPPO 双汇、 Locust 法国鳄鱼、 Jordan 品牌等伙伴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特别的感谢澳门伦敦人综艺馆提供场地支持。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我们的冠军毛巾已经 ready。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 Popping C。 Battle for Unity。同时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的总导演陆伟。非常感谢大家再一次见证了这届第六季的总决赛，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新浪微博。在这次总决赛过程当中，我们的节目有很多上了非常多的热搜，包括像 RK 啊、以不可以这样的优秀的舞者，他们也在微博的热搜榜上出现。在这里非常感谢新浪微博的热搜，谢谢。今天这场总决赛其实是街舞举办至今最难的一场，虽然他总决赛只有18 round， 但是舞者们前面是经历过一次抢七大战的，
而且今年这一场的街舞总决赛，它的含金量来的选手的水准应该讲也是历年来最高的，就像去年的时候我说过一样，我们希望把这一届比赛变成一个能够云集世界各国的高手在一起，我们组成一支属于浙街的冠军联队，去法国举办我们属于浙街的世界杯。我觉得至少第一步，今天这场总决赛我们做到了。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的街舞项目将正式进入奥运会比赛，我们要继续带领这么多优秀的舞者一起。我希望在今年第七季的浙式街舞，让更多的舞者能够成为万众期待的明星，让他们带到世界范围的舞台上去，跟全世界最有实力的明星和舞者组团较量。我们希望2024年第七季这就是街舞，我们不但会迎来舞者阵容升级、难度升级的一季，还会迎来让我们的舞者变得更加的具有大众知晓度，让我们的街舞变得更加具有大众传播度的一个节目。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个节目，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导演所有的分享，谢谢，也要再次感谢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这就是街舞第六季王者之战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年第七季再见再见。